尔法甲班霸巴黎圣日耳曼在欧冠小组赛中做客利物浦，法国媒体队报就以著名的披头士乐队的专辑封面改头换面 PS 上巴黎圣日耳曼的锋线三主将和主帅，鼓励 PSG 巴黎圣日耳曼今晚要率先闯过安菲尔德球场这一关。图片只见由 PSG 教练图赫尔带队，跟在他身后有内马尔、姆巴佩、卡瓦尼三名锋线主将齐齐走过斑马线，只是原来海报的柏油路变成了青草地，标题则是一条要越过的路。 PSG 巴黎圣日耳曼能否成对报贵言闯过安菲尔德球场，今晚的欧冠小组赛自有分晓。1969年披头士乐队推出的 Abbey Road 是利物浦传奇乐队披头士的第11张专辑，也是乐队成员全体参与录制的最后一张专辑。拍摄封面的 Abbey Road 位于伦敦，多年来都是披头士乐迷的朝圣地点。上周末法甲联赛中 PSG 巴黎圣日耳曼大吵圣埃蒂安4-0，